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鞋子，那个应该说是 sandal 中的凉鞋，就是 survival shoes for urban city， 就是你去都市时候要走路的时候真的需要的这些基本的款这样子。那我之前住 LA 的时候，我都是穿高跟鞋，所以我来这边，还有我当时跑去韩国 Seoul 跟纽约的时候2个月，哇，我简直是好惨哦。所以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后来我竟然看到这双鞋就是 Crocs。 我以前从来不会买 Crocs， 因为我觉得 Crocs 是这样很丑的鞋子。就我还有在网络上有一个网络叫 Macy's.com 跟 Nordstrom.com， 就看到这一款，然后我觉得哦，这一款就有点像 Gladiator 是那种罗马战士，是不是中文？然后那一阵子就大家很流行那个罗马，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有一点像，可是又不是很像。我就说好啦，我看了他 review， 大家都写说这个鞋子好棒好棒好棒，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试试看哦。就我要讲的一点就是 Crocs 啊，它只有卖full size， 就是整数的，是不是？就是八号或九号，美国八号或九号、七号这样子。然后我是美国八号半。就我后来，我之前买另外一双鞋也是它这个牌子，就我后来我买来九号就太松了，然后买八号又太小了，就把我整得好惨。可是我当时有一个室友就觉得哦，那个他就觉得那鞋子好漂亮，他就跑去买那双鞋。就我就跟他讲说你是整号吗？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他还好刚好是个整号，他是个八号，所以他就穿得还蛮开心。可是我呢后来就知道说学到教训，说你一定要挑，就是说他像我就是挑没有包皮的鞋子，因为如果是八号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很惨，我的脚都很惨。那如果九号的话，你会觉得很松，然后你那个脚鞋子就会这样一直这样子，就你每次走路的时候它就会这样掉下来。那这双鞋它就是八号，我就买八号，因为我知道九号的话，这个跟这个地方会对我来说太宽太松，就八号的话，它这个地方就是紧一点点。可是我想说，只有这一块，就下雨的时候这一块会磨我一点点，会有一点不舒服。可是不下雨的时候这双鞋简直是哦，真的是我就是穿这一双鞋，我就觉得这双鞋真的是很配，是很搭任何你穿的衣服。因为我不是很会穿 sneakers， 因为在 LA 我平常都是穿高跟鞋，所以我现在有点在转换期当中。所以这双鞋就是我 number one，这个新年暑假我的 number one 这样。然后我就会，如果你去美国的话，这个在台北可以买得到，可是如果你去 LA 的话还是什么，我会有那个 link 去 Macy 跟 Nordstrom 可以看一下。然后有时候我有 discount code， 所以如果你去美国的时候，你可能要买，你要是买很多鞋的话，因为美国比较有 discount， 在这边都没有打折，你就可以用。有时候我的 link 会写在我的网站上，我有一个 section 是写 discount code，或者你 follow 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每次拿到 discount code， 就是那个 Macy 跟 Nordstrom 有时候会给我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 YouTube 还有我自己的网站，他会给我特别的 offer， 那我就会 offer 给大家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如果你们不想看网站的话，你就 follow 我在 Facebook， 我就会让那个 discount code 写在 Facebook 上面。那这个是我的 number one。 那第二个呢也是我在美国买的，就是这叫 Merrell。可是在台北，我后来才知道台北也有卖这个牌子。这双鞋就是差不多$100，这个就是差不多我忘记是80还是60，那台币的话就乘以30，所以这就是$100乘以30。这双鞋就是我当时在我很喜欢去那种 adventure trip， 就是那种好像跑去骑马啊。然后有一次我在海边 Costa Rica 骑马，就后来整个这样，因为在海里骑，就是海旁边骑，有时候我们会骑到水里，然后那个水有时候会这样跑起来的时候，就整个都湿了。所以可是你还在马上，你还要这样，大家很疯狂的这样赶回去。然后我就发现说，你要买那种可以干，然后又可以防，就是不怕水清的这样子。那台湾天气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考虑为什么买 Crocs， 因为 Crocs 是这种 rubber 的，这种是塑胶的这种材料。然后我还忘了讲这个我为什么喜欢，因为这个有那种 shock absorbent， 就 cushy，
它会这样子防震，是不是？中文叫防震，所以这双鞋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会发霉什么的。Don't worry about that。而且每次下完雨之后，我下雨的时候我穿这个都还不要特别洗，就这样 OK 这样子。那这双鞋就是，它是说你去 hiking 是登山，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穿这双鞋，就这双鞋真的耶。然后而且它这个地方有 arch support， 因为我是扁平足，所以我需要那种这个地方有一点 support。 其实这双鞋也是有 arch support，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 arch support， 所以说这个对我非常重要，不然我会很累。那这双鞋当时我去那个 river tracing， 在台北那个地方，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就是有一些，就好像是我白人朋友带我去，然后搞了半天是我们这些 ABC 被这些带白人从国外来教英文的人带我去 River Tracing， 然后他们就很爱 River Tracing， 就他们都带两双鞋，他们就是带一双 sandal， 有一双跑鞋，因为他们进了水的时候之后要再换成一个 sandal， 我就只带这一双鞋，我就不用再扛一双鞋了这样子。所以这双鞋真的是很棒，虽然它$100，有些人会觉得很贵，可是我其实我买鞋都是蛮差不多$100 to $200之间，因为我脚有扁平足这样子，所以这双鞋我真的觉得不错。可是它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松，对我来说不够紧这样子。可是 这个地方因为它没有那个 elastic， 就是没有弹性啊，所以它大概故意特别松吧。当时我看中这双鞋的时候，它是一个橘色的颜色，你能想象吗？真的很，当时我看到那照片，我简直就像艺术品一样，我觉得好漂亮。可是后来因为又变得很实际，就后来就决定又买咖啡色。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没有买那个橘色的。所以这是 Merrell， OK， 如果看到的话，你去看一下。我到时候会 link below。后来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双鞋，因为我当时要去上班，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大可能穿这一双，其实这一双有时候又觉得太轻松了这样子。那我就后来买这双鞋叫 Flex 这样子。那这个牌子的 Flex 我在 LA 没有看过这个牌子，就可是这双鞋我还觉得还不错。可是它是整个都是皮的这样，所以你下雨的时候不能穿。然后它这个地方是 elastic， 然后这个地方是皮的。然后因为我想要说穿买一个像肤色的鞋子会让脚比较长这样子。然后这双鞋它也是有一点点 arch support， 没有很特别多，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然后这个也是有 cushioning，它这个 cushioning 没有像这个这么防震，可是它还是有一点。那这个是全皮的，所以你穿一穿会有一点点味道这样，所以要轻轻这样子。所以这双我还蛮喜欢，这双我不知道是$120，你就乘以30还是100，我忘记，反正就是超过这双鞋超过$100我记得。然后那时候我好像特别去看一下这牌子，好像是不知道是德国牌怎么样，我跑去他网站看。那这个是在台北买的，在内湖区有一个，在 Costco 旁边有一家，好像是常常会好像说全部的有点像 wholesale 就是 outlet 一样的。可是这个牌子你如果在别的地方看到，你跟我讲，哦，好像百货公司在某某是不是看过。那这一双牌子鞋子，我因为我后来很喜欢 Gladiator 鞋，因为去年跟今年不是很流行 Gladiator 鞋吗？就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我帮你们可以看出来是，它是有点像透是有一点像紫色，可是就比较淡的紫色。那我就很喜欢这个颜色的皮包鞋子，每次看到我就一定要买了这样。然后这双鞋它叫 Dr. Cow。他说他是个德国牌子，可是我知道他这个一定不是德国牌子，因为这个我一穿他就马上这个，他这个后面本来有个 tassel， 就是一个 leather 的 tassel， 就是皮的那种，本来是遮着这个的，就那个还没用就掉下来了这样子，还没穿第一次就掉下来，我就这样好失望。然后这双鞋就是完全没有那个 arch support， 就是那个这个地方它就是完全是平的这样子，所以这双鞋我穿得好累哦。然后呢，它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磨的，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它。可是我后来又跑去 Daiso 买这种 arch support， 就是你贴啊，可以贴在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这样 support you。 哦，那在美国本来是用一个叫 Dr. Scholl 的一个牌子，通常我会买那个垫子。可是那个牌子我在这边还没看到，所以不知道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你们看到 Dr. Scholl， 麻烦你跟我讲一下这样子。所以这双鞋咩，这双鞋也是差不多$100，我记得。这双鞋真的，我在216巷那边买都是，真的有点，可能有点后悔。但是我在 North Shore 买的话，我就可以拿去退。可惜在这边买的，那还是不会啦，我还是会留着，因为我还是喜欢这个颜色。那另外一双鞋就是我后来上次去那个 Korea 那个韩国的时候搜的时候，我后来学到教训，一定要买一个 sneaker。然后我当时完全不会穿 sneaker， 我说 sneaker 要配什么衣服，我这样完全搞不清楚。所以我后来 start 一个 Pinterest，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Pinterest 就是一个网站，就是大家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网站看到的话，它就会被 pin 到你们自己的一个 board，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荧幕这样。那我的 Pinterest link 在下面，那它上面我就在鞋子类有一个 category 叫鞋子类的时候，我 pin 很多很多 sneaker，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哦，这样子穿才，你知道，才可以搭配这样子。就后来我跑去买这个，像它那个搭配通常都是什么白色的底，然后会有点蓝色的这样子 stripes， 然后或者它是有一个叫，我忘记那个牌子，是它是一个枣红色的鞋子，我在 Pinterest 上面你可以看到，我就看到有些人就是穿得很漂亮，好漂亮。然后有一个女的，她是穿这样子 fur， 这边是毛啊，然后那是冬天，当然不夏天。然后她穿全身黑，然后就是黑色夹克配黑色的毛，配黑色的包包，然后就再配一个这样子的，可是这种黑的 sneaker， 然后它是有 wedge 的这样子， wedge 就是会叫增高是不是，还是跟是不是。哦，那时候我看到说我想啊，我要买我要买，结果后来我后来看 review， 看了之后这个双鞋我就决定我要买，因为它这双鞋是很轻，非常非常非常轻，非常非常 light。我在 LA 我不知道台北可以买到，就来这边，哦，还好有，就没关系。就这双鞋在美国是会减价，大概比这边便宜在 20% 吧 baby。 可是这双鞋就是没有说防水，然后它是一个布，它就是 cotton， 就是棉是不是。然后呢，它这双鞋就不像这个鞋子，就是说会防水又防臭又防 like bacteria， 是菌是不是。这双鞋你过一阵子要洗一下，然后它叫 Go Walk Skechers 的 Go Walk。 可是这双鞋非常非常 light， 我也常蛮常穿的。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地方不够，我觉得它不够 doesn't hold me very well 这样子，但是还是蛮舒服。然后这个还是 shock absorbent， 还是防震这样子，然后非常轻，如果你旅行的话你可以带这双鞋，就是重量不会很重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要讲说刚才我拿了这双鞋我有点后悔。这双鞋叫 ASICS 的那个 sneaker brand， ASICS 是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 跑步鞋啊。那它这个 brand 它就出一种 sneaker 叫 Onitsuka Tiger， 好像是个日本设计师还是怎样，他们设计那个他们的 sneaker brand。 就这个也是我看 review， 大家也是说这双鞋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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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blah。 这个地方一直磨我，我好生气哦！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是有点这样太过了这样子，所以这双鞋我就不是那么喜欢穿。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没有这样很紧，然后我就想这双鞋到底为什么就是不适合我，我不懂。可是我要讲说它这个地方这个鞋子就是它这个 cushioning 啊，这个 rubber 啊，也没有说特别的，像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的 cushioning， 这个它就比较硬这样子。所以我这双鞋我就想I don't know 为什么大家都讲这双鞋这么好， I don't know， 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买那种 sneaker， 然后 sneaker 跟 sneaker 比起来的话，这种泰的这种 sneaker 会觉得比较好。可是如果这双鞋跟这双鞋比起来，你知道这双鞋我记得好像也是差不多是不是$100，这双鞋好像差不多我当时买大概45块美金吧。这双鞋我就比这双鞋喜欢多了，这双鞋我真的我现在每天几乎都是在穿这一双
还有最后一双我要讲就是这个 Easy Spirit。 那这一双为什么我很喜欢呢，就是因为哦，这双鞋我当时本来不要买的，因为我觉得它长得不是很好看这样子，然后又不知道怎么配它，然后我后来想说啊，其实它就是假装它是个白色 sneaker 好了。后来还好我买我好喜欢这双鞋哦，因为这双鞋就是你不用去不用去把它勾起来，它因为它是有点像可以这样套的，然后这双鞋叫哦，你可以因为你看不出来的，它叫 Easy Spirit， 我到时候在下面 link， 然后你看它还有洞可以我可以呼吸这样子，然后这双鞋也是蛮轻的，但是没有这一双轻，这双最轻这样子，这双也蛮轻的，它这双就比这双，这双好重，就是这双鞋大概是这个三分之一重量，这双鞋很轻，然后它这个 shock absorbent 真的非常 shock absorbent， 它不会说很软，可是你知道你走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会也这样有点弹一下这样子，因为它就是像这个鞋子你穿的时候，你会这样有点这样陷进去的感觉，这双鞋子你就会觉得像有点 bounce 这样子。然后当时我看那个 review， 每个人都写说这双鞋好棒哦，就是救了我一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this is the best shoe ever， 然后。我现在真的觉得不错，还有听了一些人话，他就说这双鞋就是像我去楼下 7-Eleven， 其实也不是楼下，大概这样转一个角还是怎么样。你知道你一天在台北，大家每个人会走大概两个 mile 的路吧，所以你像看你有时候不是很特别说要去哪里，你只是去楼下拿个药啊，或是印一个你那种印章纸啊，或买一个可乐 something like that。你就会，你这样累积起来，你就会走很多。所以，我妈本来是穿我的其中一个芭蕾鞋，那种 flat 芭蕾的那种 slippers， 那双鞋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很，就是一块好像一块布一样，完全没有底的这样，不是没有底，就是那个底根本就是不像这样子这么厚这样。这个就是它会完全会帮你防震，然后你的膝盖啊、你的背啊都不会受伤。我妈就是因为她之前穿我那个 ballet 鞋子，那个 ballet slipper， 她就是后来说、哦、好累好累，她的背好痛，所以你一定要穿这种鞋。然后我一定要讲一点，我在台北我看到好多人穿 flip flop， 不知道是叫夹脚鞋是不是 ？OK， flip flop 是 for the beach， 就是去海滩还是海边的时候穿，它不是在 urban city 穿，所以你穿那个其实都对你脚非常非常不好。它除了说它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像这样 shock absorbent， 就是防震就保护你的膝盖以外，因为你的脚要去那个 grip， 你要去 grip， 因为它没后面也没有跟嘛， right？ 所以你平常你穿的时候你要去这样 grip 这个你的前面的脚趾头要去 grip 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所以对你的脚长期会影响会很不好。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大家都不知道说 flip flop 不是让你在 city 里面走来走去，是只有在海边的。其实在美国大家也有这种问题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边比较严重，因为大家走路比较久，你长期真的会很严重这样，所以要去买一双很好的走路鞋。那我后面呢就是好，今天就讲完，就是讲完这个结局就是什么，结局就是赶快去买这个买这个还有买 Easy Spirit， 就这两双鞋，还有 Skechers 也是很不错，赶快去买 Skechers 这样子。那个那我后面就是一个 preview， 就是下一次我要讲高跟鞋咯，还有这些就是其他东西，就是我之前的有些 video 已经讲过，那这个就是可能我下次要讲的。那上一次我知道大家看脱毛兔一直很好奇是怎么做到，所以你可以看前面的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s up， 然后在下面分我 thumbs up， 然后 subscribe 我，这样我可以在下次再见到大家。那如果你要去美国的话，我常常有那个 discount code， 因为那个两家 Nordstrom 跟 Macy's 会给我 discount 是打折的 code 是密码是不是？那我会 link 在我的网站上面。那我的网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这个荧幕可以看到吗，就是我的网站 OK， 我网站这个地方最后面有个叫 discount code， 然后那 discount code 就是每次它有个 discount code 我就会把它放到那个，你就可以去点它一下。
或者你可以 follow 我在 Facebook， 我 Facebook 也是下面的 link 这样子，我会在 Facebook 跟我的网站上面写那些 discount code， 那 discount code 通常都是大概 20% 或 25%， 有一次是 like 40% 很夸张，所以不要忘记 like follow me on Facebook and my website or subscribe， 在这边 subscribe， 我下就下次可以见到大家了， OK， 好，拜拜。